特别享受我。舒服啊。好热啊。好热啊。真的好热。不是，我一扑上去之后我就想亲了，不想说话。明显走心了，你太羞了，走心还不好、啊、是不是走心了？你没羞，我没走心，你不能害羞啊！你没走心吗？你一羞就变真的了，这个你不能就是要就是要变真的，演的时候你看我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就你演的时候觉得这是真的，对啊，是真的。对啊，你这演戏什么叫入戏？就是什么叫入戏？知道吗？有入戏就要有出戏的。你看我眼神不能这样，真的。你演的时候这样，你不演我没这么看你。你想多了吧？他看你眼神很正常。其实是你心里有鬼。我现在就是有鬼。怎么样？这种事上必须粗暴，不粗暴你这粗暴咋了？菜都没了。我喜欢你，够不是？有个好事。好弄。好吧，你长得真的很帅。我觉得四位的偶像，看我的眼睛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我也喜欢白洛因。我不是喜欢，我是爱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我就爱这一个人。嗯哼，你丫跟我抢，你不找事吗？啊，还是不一样的。他没有高冷啊，不高冷。顾海，但是我在遇到你之前，我还是高冷。顾海是霸道，他是霸道总裁嘛？对，你看到周周，会觉得是看眼就喜欢，喜欢看眼就喜欢。谢谢。网友听到了吗？看眼就喜欢。一见钟情型，就是最好是能顾海的性格。哎，男孩我就喜欢我这样。白洛因的性格结合在男孩，我就特别喜欢我这种男孩。那个 ，what？我什么词儿来着？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咋的？哎呦，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就吃盐。你就是药。哦。不要不要加戏。你敢加？哇！导演。哇！有毛病。咋的？咋的？神奇。有毛病就吃盐。我吃什么药？你我看你就好，我吃你就是药。哇，这次变了，变成我是真的爱你了。我是真的爱你、啊、我上次好像也说的这个。你觉得你自己什么样子？我觉得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。我说我美。用三个词形容你欣赏的女生类型。第一个什么玩意儿？内在美。第二个内在美。第三个心灵美。综合美。我跟任何人证明我很爱他，我从来也没有跟你们讲过我爱你，因为我不想证明我爱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需要证明的爱都不够纯粹。最后我再说几句自己心里话。我想说，如果陪我到最后的是你，一路风雨也没关系。如果陪我到最后的不是你，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不会忘记。然后如果最后你会回来，晚一点也没关系。